我觉得 OK， 第一个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 Jeff 的记者会。是，我们金牌的风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们觉得 Jeff 的音乐真的非常好，对，国际水准啊。对，我们真的很骄傲，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音乐跟国外艺人的音乐一样好。对，所以真的我们祝 Jeff最大的成功，祝他最大的成功，给他最大的 support。今天呢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气势的礼物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既然是孔令旗，我们就要送上一面将军的令旗哦，所以太有梗了。哇、wow, 这个唱片公司太有 idea 了，对不对？孔令旗就送令旗嘛，希望他旗开得胜，再战沙场、哦、成为我们歌坛的将军级的人物，加油加油。 OK， let's take a picture， 谢谢。好，两位合影一下。好，It's OK, It's OK, 没关系，旗子就是要让它有 自然飘扬的感觉，不只是销售成绩，明年我们也要让孔令旗再上金曲奖的舞台啊。